哦啊啊哦，下去啦，耶、yeah。芒果冰沙喝起来哟！欢迎收看艾森秀体操。OK， 看到这一盘，我们今天不秀体操，哎，秀芒果。今天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芒果呢？因为最近我很爱喝外面的某某饮料，还有出一个芒果冰沙。它的芒果冰沙里面可能你再多花个四五十块，可以享受 double double， 但是一杯其实也不便宜哦。所以我算了一下成本，你如果自己买芒果回来削一削，打成汁，做成你自己想喝的量，好像还蛮爽。那今天如果你又想吃果肉，又想要喝冰沙，那就自己来吧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开始来制作我们的巨无霸冰沙 ，Let go。那我们呢，就先从我们的第一颗来下手。哇，先切两边，再切神奇刀工小当家，切化成一个龟壳，再把它全部集中到这个挖空里面，把它削出来，总共有17颗的样子。我不会浪费大家时间，我一定会关注。我要知道怎么切，我知道怎么切。第一颗完成，我们还有十几颗。都被你吃光了。OK， 切完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先把这一大碗17颗芒果在里面，等一下先把它拿到冷冻库去冰起来，经过一个晚上之后，我们隔天再来把它做成芒果冰沙，看下去 ，Go。OK， 各位，经过我们一个晚上的冷冻室加强，现在好了，那接下来。芒果冰沙要开始喽！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巨无霸芒果冰沙。你要先找一个正常的比例，这么大的量，应该够了吧？再加冰块，多一点，加一点糖，再加水，很有，加一点点，因为是冰沙，所以你的水量。是我们的刚刚说的巨无霸，要把它倒过来这边，哦，下去啦！我的百事嘞，巨无霸芒果冰沙完成，知道怎么喝才会很爽，你知道吗？知道怎么喝？这样子喝，嗯，好干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芒果冰沙制作，如果喜欢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艾森，我们下次见。